好啦，就是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只有三个人，对不对？就是可能会觉得有点怪怪的。就是我们原本是应该是一个四个人编制的团啊，对啊，就应该还要有一个键盘手，结果键盘手退团了，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表演都只剩下三个人，然后就只能放 program 这样。那所以大家会听到一些台上不属于台上乐手发出来的声音，觉得怪怪的这样。没关系，就大家先见谅一下，我们再找键盘手啊，还没有找到。如果大家对于玩我们的音乐有兴趣的人的话，那可以来跟我们报名玩玩看。这样目前是报名的状况非常非常的，对，非常非常踊跃，踊跃到就是我都挑不出来要选谁，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找到这样。所以大家不要害羞，赶快来报名。如果大家有兴趣来我们的团，然后让我们的团弹 keyboard 的话，很踊跃，就大概是个位数的人来报名。好了，没事，好。我今天就很抱歉，我忘记带就是 CD 来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买我们的 CD 这样。那我记得台中的话，我是在那个元气吧，在元气唱片行有。哦，我今天有带一张啦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跟我，就是现场先，就我是只有带一张。然后贴纸的话，我也有，大家可以发给各位，就是放在旁边。还是我们等下用竞标的？竞标，出价非常非常的一张，这样会很尴尬，因为等下会就是零人竞标。哦，就原价300，就竞标250就拿到。对，超尴尬，没有了。好了，真的啦，如果有想要的话，可以来跟我拿。我今天只有带一张，就一张。我原本想要带大概十张来，结果什么都没带，只带了一堆贴纸，这样真是抱歉。好了，那个下一首歌，下一首歌叫《草绿色》，谢谢。鼓手放枪。
谢谢，这首歌是草绿色的。